可以131岁生日快乐。谢谢。台铁走到今天有131个年头，靠的不只是一代代台铁人的经验传承，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步。那么接下来这段精心制作的影片呢，特别采访了5位超过100岁以上的前辈哦，相信大家看到了会觉得非常的惊奇，而且还会多一份感动。现在我们交通部的大校长贺成部长已经莅临现场，请各位热烈掌声欢迎部长。台�湾铁路131周年铁路节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哇，这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可是精心打扮了，而且还配合我们的主视觉哦。台铁131，服务更贴心。贺省部长、局长、各位长官、同仁以及现场媒体朋友们，大家好。你要说同名吉娃，哎，你去哪里啊？我们还在主持哎。等等，你等等哦。还等什么？今天可是我们铁路节的庆祝大会呢。我是可以就到 Monday 啦，但是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那么多，这样不太好哦。你再等等哦。
有耐心的哦。哎，我来，帮忙帮忙。来，哎呀，这个感觉大家很期待的。哇，这个大礼啊，可不是电冰箱哦。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感觉非常的有重量呢。就是啊，可以吗？期待吗？超期待的！香传，
传承感恩合作向前再创新业，这是我们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精神。那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多来啊，因为在交通部的指导之下，我们所有的同仁呢、也积极尽力的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我们在过去这一年来顺利的完成各个连续假期的一个疏运任务。那么今年的2月6号，因为花莲震灾的关系，我们也为了配合行政院的一些振兴基金，花莲的振兴基金观光啊，我们除了提供很多优惠专列啊，同时在我们现有的运能之下，又规划加开了总共100个列次的企业的这些专车，我们输送的大概有将近3万多的旅客、送到花莲去，来完成这些观光的一些活动。那么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去年，我们也把我们的 PP 客车啊，打造出了所谓的亲子车厢，提供了一个亲子在旅游的一个专用的一个环境。哎，这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个运输业者所打造了这么一个亲子的一个专用运输工具。那么这些都是同仁这几年这段时间来的一些努力。另外在工程方面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成绩。重要的是像在去年，我们很如期的完成了7.8里的这个横渡线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的完成呢，除了能够疏解在这个路段的一些运输的一些瓶颈以外，增加了一些调动弹性，同时对宜兰花莲的运能提升呢也有一些帮助。那么另外在附属事业上面，我们这个松山车站的这个综合大楼的就是停车场的民间参与的营案，我们也获得了这个民间参与公共建设金破奖的这个优等奖，同时我们也获得国有公用财产活化运用绩效优良机关的第一名。那这些都是同仁一些努力的一个成果。那么在这边我要很谢谢过去这一年多来我们所有同仁的努力。那么但是我们也在检讨过去这一年来还是有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那造成可能一些不方便。固然呢，这个设备老旧跟人力不足都是多年以来基础的一个事实，但是我还是希望同仁们，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做借口，我们更应该去检讨到底我们过去的一些做法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做一些调整改善的。我们希望能够彻底找出根本原因，把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掉。那么针对这常年下来这些硬体设备老旧跟人力不足啊，行政院跟交通部啊就非常的支持。有关人力不足的部分，行政院呢已经在今年已经核定了我们1907个名额，那其中954个我们已经纳入这个月马上要举办的铁路特考。另外953位的营运人员呢，我们在下个月也会办一个考试，所以这些新进的1907个缺额的人员呢，在经过禁用训练之后，我相信明年对我们的人力疏解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另外在这些硬体设备改善方面呢，行政院在未来这几年呢，已经总共投资了大概我们将超过1500亿的预算。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车辆更新的计划、行车安全的改善计划，还有前瞻基础建设，这些都代表着行政院非常的支持我们台湾铁路局，也很重视。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应该要一起用努力来努力的完成这些基础的这些建设，让整个机器能够更安全、更可靠。有责任提供全国的民众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铁路系统。各位刚刚从进入会场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的布置啊，都会用一些比较可爱的动漫的风格，同时看到我们这一位这个配合机器人一个那个欢迎他。我们主要想要表达的是说，台铁虽然131年了，但是我们虽然老变，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很多新潮的事物，我们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创新的改变。
展望未来，这种数位科技啊跟 AI 啊，应该是一个趋势，也会越来越普及。我们也在思考，把这些东西啊，能够适度的在我们的教育训练跟管理工作上能够导入，希望让整个训练的绩效能够更有效果。主要是希望能够说，让这些科技化的服务啊，也能够适度的导入台铁整个运输系统，让台铁能够呈现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经营形象。这几年，我们也在努力配合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所以台铁这几年陆陆续续跟国外的一些铁道业者都有在这里。我们到目前已经有跟20家的铁道业者都有缔结彼此的友好的关系。那么最主要是这种缔结的活动啊，除了是希望能够提升台铁在国际的一个能见度啊，那同时也借由这个交流，那么能够促进我们台日双方的一些观光。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交流啊，能够在轨道技术、人才培育上以及副业的经营上，能够做更深一层的交流，那么彼此的去学习，也相信。未来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也今天很谢谢这么多轨道同业代表们能够有从日本而来参与我们这131周年跟铁路界的这个庆祝大会。我想轨道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安全就是变得非常重要的功能。怎么样提供一个安全、可靠、信赖以及贴心的服务？这是我们台铁所有同仁的一个职责。那么，我们期待在这边，恳切的希望所有的同仁，在未来我们新的票务系统、新的车队、新进人员的陆续的投入之后呢，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努力，让这条铁路成为台湾铁道是值得信赖，是最值得。各位所有的同仁，所有的全体国民呢、最信赖的一条贴心服务的一条铁路系统。今天很谢谢部长，还有这么到来日本的同业代表们，再一次谢谢各位，也希望所有的日本铁道同业为公司的业务能够蒸蒸日上，也预祝福今天所有在场的贵宾们，大家身体健康，永保安康。谢谢各位。谢谢台铁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掌握台铁四大核心价值，共同创造成为充满怀念、温馨、舒适与便捷的铁道贴心品牌，再造台铁新世代。接下来，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交通部贺社部长上台致辞，有请部长。正式的场合，大家早，再次来恭贺铁路局各位好朋友、各位同仁，当然以这个局长、陆局长为代表啊，那么也感谢他在工作上的投入，感谢今天连董事长、许局长，还有我们全联会的张理事长，还有台铁工会的张理事长，以及各位。到而来的日本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台铁131岁生日。我相信这个日子，从它的数字所代表的是许许多多的累积，从它在我们国内在运输服务上面扮演的重要性，我相信也代表的是所有的用户、所有的员工大家共同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来说一声台铁生日快乐。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有在播影片，
杜副局长跟我讲的是今年特别去访问了一些比较是人瑞级的台铁的过去的老前辈，那么看到一些影像，他们都还可以说是非常的康健，然后也播了一些他们当年在工作上投入的一些身影，这个都代表了今天从铁路局的同仁不只是为今天在服务的同仁来互相欢乐，也走访来特别请这些前辈们用影片的方式来参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贴心，也代表了与这些人瑞们他们康健的情况来看待台铁在整个公司整个局的发展经营之下也是依然的康健如昔，能够非常健康非常有品质的来服务我们的社会的大众，我为大家的安排感到感谢，也非常的恭喜，谢谢。那第二呢是刚才从传承的角度，我们感谢今天好多日本的朋友们来，那么带来的不只是友情，也相信也是带来了在日本相关的铁道经营或者是他们和异业结合上面许许多多的心得经验，也可以来跟作为姐妹局的我们的台铁局互相交换经验，在传承之外往前去发展，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一天生日的贺礼，除了是科技之外也有一些友情以及真正在经验上的交流。那么第三是我想过去这一年台铁在铁工局的工作的引导之下，也把我们台中的高架化会已经有五个站成为高架，今年也许在十月份的时候会继续再有五个站，那么台中的铁路就完成它的高架化。那么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今天因为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完成它的旅刊啊，不能够预作这个说法，但是也很有可能在十月份的时候，高雄的铁路地下化也要完成。所以对于台铁来讲，也就是从工程上以及经营上来讲呢，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来让我们重要的都会区由于铁路的立体化以后所带来的经营的局面，希望它能够是在更完善的工程环境之下，能够使得台铁营运更加往前走一步。那这些我相信也代表了传承之下新的发展。第四呢，是我们要来感谢的是，在行政院支持的1907个今年的人力，陆续还会继续支持。我相信这个也会使得台铁同仁们在不管是在人力的传承，或者是有一些服务的拓展上来讲的，相信都应该可以有逐渐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让用户让社会更能够肯定我们台铁在这个上面的服务。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去年这个轨道的这个建设，由于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的大力支持，包括也许在座我们还有民意代表各位贵宾呢，也都给我们在预算上支持呢，轨道所占的预算差不多是整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超过一半的经费，八年的时间差不多有9500亿的投入，所以这个都代表了将来我们可以预见以台铁为核心为骨干，整个的台湾在轨道运输上面会继续成长，会把台铁作为骨干所往往相连服务全国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会继续拓展。那这个拓展除了是营运上面的拓展以外呢，台铁131年来对于专业知识还有维修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的传播出去呢，也会使得相关的轨道产业也借这个机会能够来发展。所以我也在这里特别感谢
陆局长和所有相关同仁就在上个月把我们的富冈维修基地呢开放给我们所有的全国老百姓以及相关的维修厂商来注意到我们在富冈基地整个的专业性还有将来在维修工作上面可以有的商业合作机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展示，显现的不只是热闹人多，而且代表的是有80几个摊位都在代表了各式各样的合作机会，我的印象中好像超过100项的合作的内容，这些都是在代表我们把今天的轨道建设不只是当成是工程，而且也代表了产业借这个机会可以发展。最后一项，但是也是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公司姐妹局姐妹公司来给我们继续支持的，就是台铁在服务上也会进一步的转型。前两天我知道我们的森林阿里山森林铁路也在日本专家的协助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看是不是能够在中断了3个月以后能够更安全的更有水准的来服务我们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森林铁路。这里面虽然将来它的真正的主管权是要移回给铁路局，但是眼前不管是在工程上的协助未来营运上的技术指导都仍然需要过去的台铁的前辈以及今后台铁同仁们给他们的协助。这么一个森林铁路所代表的就是今后台铁要成为我们社会上面大家信赖的伙伴，不只是在年节假期的疏运，也不只是在这个有比如说公路中断的时候的一个替代服务，还要变成是我们观光上的一个体验，还要让它和更多旅游的景点以及体验来做结合，使得台铁有机会用比较如值反映的高一点的票价来给大家创造营收，也希望台铁用自己的土地跟服务来和其他异业去结合，扩大台铁的营收，使台铁能够转型为更多观光上的一些服务。那这样的话今天森林铁路所累积起来的就不只是大家专业上的名声，也能够把我们今后包括我们的集集线，包括我们其他在恒春在我们的这个也许是什么其他平溪等等这些具有观光潜力的地方呢，都逐渐的来拓展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观光的这个新的路网。当然过去已经著有口碑的像游轮式的环岛铁路，我所了解现在也在它的车厢还有我们的这个多元化更多提升。最后可能我们应该忘记的是，除了是台铁本身在几位姐妹局的这个支持之下，我们也知道别的人更可亲，更能够跟文化结合，把它变成是博物馆将来永久展示的一些内容。希望这些所累积起来的都是台铁过去先进们的心血所留下来的这些好的这些事物器物，也希望能够在借着博物馆的方式借着文化上的一些结合，能够除了是直接用户以外也成为产业的骄傲，也成为我们整个文化上的一些记忆，把诸多这些事项合在一起，我相信代表的就是今天131岁生日大家回顾跟往前看都有许多大家值得骄傲的地方。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也预祝各位不管事业发达以及永保安康，谢谢。让我们恭请局长上台，请部长与局长和我们 paper 一起合照哦。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见证我们台铁历史性的一刻，象征我们台铁不仅是创新而且是与世界潮流接轨哦。啊，
的是很历史性的一刻呢。必须先席离席，那我们再以热烈掌声，谢谢部长，欢迎部长，谢谢，谢谢部长，谢谢部长，谢谢。好，今天有许多爱护我们台铁、关心我们台铁的贵宾莅临现场，与我们一起欢庆台铁131岁生日，让今天的典礼倍增光彩。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一一邀请每位贵宾上台致辞。接下来，请容许我们为各位介绍几位在场的贵宾，也请介绍到的贵宾起立挥手致意。观光局林坤元林主任秘书，欢迎您。观光部陆总司陈仁瑞陈司长，欢迎您。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徐旭新徐局长，欢迎您。本局前副局长黄明仁王副局长，欢迎您。中华民国铁路工会全国联合会张华宏张理事长，欢迎您。台湾铁路工会张文正张理事长，欢迎您。中国铁道文化协会李正宏李副会长，欢迎您。台湾交通文化资产保存学会林怡杰林理事长，欢迎您。干线铁道文史工作室马昌宏马总干事，欢迎您。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今天的莅临，谢谢。共鸣吧，哇，真的是不一样哎，共鸣风哎，是不是？来，大家给你掌声鼓励。哇，谢谢，谢谢。今年铁路节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有我们一位日本友人热情无偿设计提供我们使用的哦。没错，所以呢，在这里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日本朋友，台日铁道交流促进会风雪方副会长，谢谢您。台日铁道风雪方副会长，你绝不是绝对可以开车这么快，从这条路来说，你说你们是给他什么的？我来摸一下给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接下来，我们为各位介绍来自日本的贵宾朋友。JR 世国生下部长。JR 的世国哥，我历史大部长。来来来。铁道自由作家节节喜信。鉄道自由作家节节喜信。铁道苗总社长，伊斯尼铁道柯林斯卡社长，京急电铁市桥课长 ，KQ 电铁子伊吉哈西卡长，三洋电气铁道洛生课长，三洋电铁子瓦卡巴子卡长。怎样都日本高木社长，怎样鲁提加西尼宏塔卡卡社长，
南洋山铁道版本站务。南洋山繁华铁道坂本站务。西武铁道内田副总经理。西武铁道坂本站务副总经理。接纳新日本后藤市长。IGR 守银河铁道菊池社长。IGR 有一万人应该得到，你恭喜上座。东武铁道木下总经理。东武铁道木下总经理。进京日本铁道坂本总经理。金田子，坂本总经理。信用铁道长冈市长。品川鉄道長岡市長。新千歳鐵道千葉社長。青い森鉄道千葉社長。東南伊豆鐵道小上社長。東南伊佐利鉄道小上社長。遼寧電鐵國務主任。上司電鉄柏木取締役。新建電車株式会社吉田社長。一畑電車吉田社長。江ノ島電鉄江之島電鐵由夢之日国际企划有限公司三野社長由原社長的代表出席。天龙兵名古铁道宫崎所长。天龙浜名古鉄道宮崎所長。游历高原铁道春田社长。游历高原铁道春田社長。欢迎以上贵宾莅临现场，没有被介绍到的贵宾请多包涵，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所有贵宾的莅临指导，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台北捷运严董事长现在已经莅临到我们现场了。严董事长你好，欢迎莅临现场，谢谢。台铁一三一服务更贴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重要业务创新蜕变的足迹。Thank you.
更加有信心。现在要表扬资深人员，谢谢他们服务满40年以上的付出与努力，辛苦了，因为你们的服务与贴心让我们更安心。现在我们请10位受奖代表上台，在我们一一超名的同时，也请在座给予热烈的掌声。台北运动馆丁宏基，台北运动馆陈千顺，台北运动馆古真福，台北运动馆邱荣贵，公务奖励总队张永生，花莲机场林秀香，基础事务馆蔡崇荣，建物处黄宏阳，三里服务总所休闲服务部刘义军，台北货运服务所杜怡婷。我们恭喜副局长担任颁奖人，有请局长为我们颁奖。请受奖人上台，访寮站推荐蔡明芳女士。蔡明芳老师为广寮艺术村艺术家，是106年协助广寮车站地下道一廊无偿提供各类艺术品展出，更在106年获得了金鹿奖的第23等奖环境第一名佳绩哦。富源站推荐钟永春先生。钟永春先生在富源站站前广场做出形象商圈，让人们老旧杂乱的环境得以改善。更邀请知名漫画家敖佑翔于富源站围墙彩绘图腾，丰富视野，提升整体形象，让老车站风华再现。参与服务总所推荐钟吉荣，钟吉荣先生凭借对铁道文化的热情，他主动协助开展各项宣传活动的拍摄哦。现在我们恭喜副局长担任颁奖人，请局长颁奖。谢谢你们，对，而且为心奉献。谢谢，恭喜。
谢我们台铁金友。结合力与美的跆拳舞蹈表演吧。没错，个个可说是霸气十足啊！不仅如此，还常常受邀电视节目的演出呢。哦，那么厉害！是啊，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以掌声欢迎宋华泰。
欣赏一段影片，其实台铁的精神就在这些员工的身影里哦。
现在我们要来表扬这些优异杰出的员工。首先邀请第一阶段受奖人上台，也请台下贵宾及同仁以热烈掌声恭喜他们。业务处陈荣斌，业务处黄孝国，台中业务段刘之林，高雄业务段林辅弼，台中业务段杨淑慧，台北业务段陈千惠，台北业务段陈礼尚，宜南业务段李嘉雄，花莲业务段李淑婷，宜南公务段陈永正。现在我们恭喜入局长担任颁奖人，有请一号上台为我们颁奖。因为你们的用心付出，入局做到安全、准确、服务创新，让台铁一路相伴，提供民众舒适便利的交通。恭喜！员工除了肯定他们的工作表现、辛劳付出外，最重要的是期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勇于挑战，及实现自我的决心，一起守护铁路运输工作安全。因为你们的无比的勇气、坚定决心，使铁路运输服务品质创造台铁新气象。恭喜得奖人。
你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恭喜以上得奖人，我们恭喜罗布得奖人，请从台下坐坐，恭喜你们。接下来请第三阶段授奖人上台，高雄机务段吴富光，高雄检车段蔡明仪，新竹机务段廖伟森，台北电路段潘文雅，彰化电力段陈俊仁，彰化电路段周德辉，花莲电路段杨志鹏，企划处郭杨慧，车勤服务部林佳明，车勤服务部黄小青，我们请局长为我们颁奖。与疫情、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同事们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努力，用坚持与耐心去完成使命。谢谢你们，恭喜你们！就是为了明天的光芒。